本分局于3月3日中午接获民众报案，本辖五福二路与复兴二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。现场经了解，骑机车苏姓男子与驾驶自小客蔡姓男子发生擦撞。自小客行经该路口时，疑似未礼让直行车辆，因此发生此起事故。双方驾驶经酒测，皆无酒精反应。后续肇事责任则有待交通队厘清。警方呼吁，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，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，以免发生事故。本分局已持续加强各项恶性违规取缔，以维用路人安全。